你醒了。你怎么在我房间？你再看看。深更半夜不打招呼登门而入，问我我有几个丈夫。所以你说了吗？我说了，我说我有俩。不可能，昨天我在跟张宝堂喝酒，一定是他说的。你还说你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让我不要自作多情，不要喜欢你。星君呐，你也太不正经了，这种回答你也能说出口？你好意思问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床真是大，昨晚就一张床，你不要跟我。你不会要我对你负责吧？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